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现在请你想一个问题：以前当你血没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快速的恢复，然后再回到战场？以前的话可能要靠法师。那下面这段影片呢，要来告诉你黑暗骑士如何在30秒内把血恢复到满。给他一个冲晕之后，请注意画面左上角的血条，瞬间恢复 50% 的体力。那这是黑暗骑士黑暗灵魂的这个招式，他可以在杀死敌人的瞬间恢复 50% 的体力，马上再恢复 50% 的体力，是不是非常的快速呢？